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胖。不知不觉从东莞出来已经4、5天了，明天呢我就准备去江门了。在这里要说个事情嘛，自从我昨天公布了我的那个退税的金额之后，很多兄弟姐妹在问我怎么操作，也有某些人断章取义，还有极个别一部分人，我不得不说，兄弟们，我佩服你们的计算能力和理解能力，对吧？我现在在这里阐述一遍，我这个2000多是按照我去年全年的拍视频的收益26000多啊返还给我的，没有说你们所说的我去年一年收入20个 W 什么的，那你们太夸张了。我的本意公布这个退税的金额，真实记录反映我的生活，对吧？我尽量的还原真实给你们，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误解。有些人别有用心的人去歪曲事实，说我是什么中介，我是啥中介啊？我跟曾总认识，我是比银行中的任何人都早认识他的。我前年我大胖正在身无分文的时候，我跟曾总做日结，在棉签厂，你问曾总，连续做了1个多月，一晚上178块钱，加早餐补贴9块，187，连续做了一个月，我真的做日结。我只是把那些视频删掉而已，我都不想看到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当然，过去就过去了吧。新的一年，这一路走来吧，以前我大胖确实面对直播间的一些黑粉带节奏或者怎么样，我容易崩，容易激动，但是慢慢的调整，在适应，对吧？一个过程嘛。何况我也是一介凡人，凡夫俗子，我也做不到人人都喜欢。相对来说，太阳对有些人来说是温暖，能带给你温暖；对某些人来说是很毒辣的，对吧？我又不是人民币。是吧？做不到人人喜欢。我每天大胖，扪心自问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每一个支持我、喜欢我的家人朋友，就足够了。其他的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嘛，做好自己，对吧？所以大胖以后的日子里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记录真实的自己、真实的生活，好的、坏的，但求真实。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操作呢，就是下载一个，因为很多人在问我，下载一个个人所得税 APP 是吧？然后在里面申请操作。等一下我会把截图，看一下我的截图啊。感谢每一个支持、喜欢、鼓励大胖的兄弟姐妹，感谢一路有你们，感谢。